接下来我们的小寿星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热情的粉丝们说的？小寿星，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能不能大点声？吃饭过来的吗？还是没吃？我也没吃啊。哎不，啊？我有话筒，话筒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声音大哦，我声音大哦哦，对，那给你们个麦，对啊，让我来看看你们的小脸，来认真观察一下，嗯，啊，不错，好多，哎，哦，哦，哎，这个花怎么，你知道我现在坐姿就很，那个，就很开心，就是带大家就是能来到。就是很开心，就是大家能来到就是我的冷餐，然后也很开心。今天我上班的时候，然后看到那个摩尔庄园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是什么啊，小摩尔，大家穿的那个红色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迎宾，那个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我啊，对，哎，很，就是大家都有去满足我的小小的心愿，我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就拍视频了吗？我今天本来就是要拍视频，结果拍了一半手机没电了，然后顺路借了一个不知道谁的手机拍了一下。哦，你的手机，你发微博了？哦，我还说你先给我，不是留作纪念。对，然后就是很开心大家能来到现场，然后今天晚上的演出也就是大家要看得开心享受就好了。对，嗯，然后现在是什么环节啊？是不是要吹蜡烛啊？现在我们的生日会正式开始，第一个环节，大家齐唱生日歌，祝唐丽佳生日快乐。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吧，音乐起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健康，祝你暖暖家庭。来，许愿了。许愿，愿望是成为富婆。没有，是啊，你也是。好了，许一个愿。虔诚。好，吹蜡烛。耶、yeah! ！好，现在有什么环节？好，接下来是生日祝福与才艺表演环节，有请第一排左手边第一位粉丝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一干你好，我是新粉，你猜我怎么入坑的？怎么？你猜？我猜猜你猜我猜不猜？猜一下嘛，对哟。万一你猜对了呢？一下，因为你是瓜吗？不对，我是说我什么时候入？猜我怎么入坑的？怎么入坑的？因为你觉得我帅。不对。可说吗？可说。可说啊？什么不可说？当然可说了。那是说嘛？其实我是贵人鸟入坑的。贵人鸟。对。就是那个 bot， 你知道吗？他当然知道呀、啊，他应该很了解吧？他知道，他也知道，你是不是知道？我跟你说，我以前那个室友，那个张舒宇，他说他有时候无聊的时候，他就会点开那个。很爱看。他说真的看那个时候，我因为他很久没跟我当室友了嘛，然后他就说，哇，我就跟你自从没当室友之后，我天天看，然后就是从那上面去了解我。我说，难道你没有微信是吧？就是你懂吗？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很好玩，也是半夜都会笑出声的。哦，这样黑粉挺好的，黑粉不是没有，就是回去补档一下。真爱粉 ，OK， 今晚回去补档，大家都去回去补档。贵人鸟可爱，真的可爱吗？超可爱，超可爱！哎呦，
好了，傻傻的，傻傻的。好的，哎、啊、哎，好的。好的、啊，你还有什么话对我说？我没有才艺，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。祝福语，祝福语。好的，祝福完了，爱我的心。对。自取，爱喝哪一杯？哪一杯？那里有泡芙，然后就可以拿一下。这里有泡芙啊，这里有泡芙。哥哥拿一杯黑糖珍珠奶茶，你们要喝什么？我要桃子的。要一份桃子，点餐了，点餐了。润呢？好喝的，润要好喝的。曾家要喝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也想要奶盖那个。他也想要奶盖那个。好的，下一个吧。今天没才艺啊？哦，今天，眼睛 bling bling 的耶。生日祝福，哎呦，生日祝福，没话说不是？就是多睡一点觉吧，然后明天见。明天见，哦对，明天也会见，晚上也要见。还犹豫了一下，不是？明天为什么要见？明天因为我那个什么拆盘握手，我握手。好的，那拿喝的好吗？去拿喝的。这么可爱，没有什么才艺，就祝你天天开心，早日成为富婆。对对对，然后今晚的演出顺顺利利。对，一切顺利。你也是啊，你今天太可爱了。对，尿，你要喝，你要什么？这个也可以拿，我的可以。哎，那一起拿去。那个喝的，快，怎么都不喝 ？Hello。哇，你头发颜色五颜六色，彩虹色，好看。哦，忘记带。哦、OK。啊？什么徽章？哦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徽章不是。刚才有人给我。谁给你的？啊？过分了。过分了，这是我红发的时候。哎，我才发现你怎么变黑了。啊！神发，你有本事拿麦说话，我揍你。你的火烈鸟毛呢？增加我们现在我的火烈鸟他未来再见。怎样？哎，算了算了，给个面子带一下吧。下一个变一只，这不是火龙果，这是红毛丹啊，不是。这是什么？火龙果吧？这是一个水果。你让他们饮料也拿一下。能不能拿一杯饮料？是不喜欢喝吗？Hello， 小佳，这本来想表演节目的，然后由于打工太忙了，然后就没有排练，然后那就投一下票。999吧，不是？啊，这个没有钱，没有钱。怎么了？你哪个不让我选？快！哦，这个是吧？哦，好的，按一下。好的。我一不小心点到999，对不起。啊，自动的呀、啊。哦，到手再快一点就哭了、哦。哇塞，好霸道！刚才投了多少？999。三个九。没有啦。两个。他想。他未来可期。对。下次争取就是三个九。好接好质朴的方式哦，上来来，你投个票。多来几个。打个分。人家是积分。人家打个分。积分好、哎。有请下一位。你看我头发。下一个，能不能把呆毛劈掉？谢谢，哎呦，亲手送我礼物，这是《Harry Potter》哦，我知道，我刚一看我就觉得好像。你觉得什么？主角，
魔杖的主角非常适合我。哦，是谁啊？赫敏。赫敏那么聪明啊？不是。什么增加？我大智若愚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努力加。Please，Hello， 是没见过，是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 ID 叫达文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达文西，达文西，你给我发过。夏夜晚风，记得不？啊，夏什么？夏夜晚风。哦，那个、首歌嘛，好听好听啊。然后就祝你好吃饭，好睡觉，身体健康，就是第一位。好的好的，待会儿见。待会儿见，待会儿见。耶、yeah, 分完了，哥哥你记得帮他们拿，他们有点社恐，不好意思。下一个非常安静，来有请下一位，来咱们加速，不然今晚演出加速度哦。 Hello， OK OK， 好的啊、哎、崩溃了，就是一整个大崩溃，一整个大崩溃。对，我昨天晚上还在录。我的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今天就可以。OK。好，今天演出完再说。好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好。哥，随便拿一个，随便拿一个。那个拿喝的啊。第一次来见我，啊，谢谢，啊，我怎么想拆礼物了？我有个习惯，喜欢当着别人面，我待会儿回家拆，谢谢。我怎么想拆礼物了？我有个习惯，喜欢当着别人面，我待会儿回家拆，谢谢。来拿麦说话，让大家也听一下。大家你知道刘备字什么吗？刘什么？刘备。刘备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刘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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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备字什么？刘备字什么？字玄德。字玄德。刘备，刘备，刘备。刘备字什么？刘备字什么？字玄德。字玄德，哎哎。那你知道五百字什么吗？五百字什么？啊，五百字。五百字心得。五百字心得。啊，你懂了吗？啊，懂了。好吧，你懂了就好。OK OK， 很棒，好有文化。不是。OK OK， 很棒，好有文化。不是，就是拿喝的吃的。好的，下一个。怎么了？Hello， 毯子吗？哦，谢谢。有空留意一下关。啊！哦哦哦！是是是是是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忙死我了，都忘了，哎，忘了，哎。Hello， 我是昨天生日，那你叫？哦哦哦哦哦，是你啊，网友见面了不是？啊、哦，今天网友也是哇，嗯嗯，好的好的，好的好的，今天应该有很多人的生祝吧？来吧来吧，对，那里有喝的。
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有请下位，跑起来啊！我们家也说了，待会儿演出，你们决定了演出的速度了。没有演出，不是不是，肯定要不是肯定要扣。好，来拿起麦克风，说出你的祝福语。我好像个司仪。对，来我们谢飞司仪啊。好。当然。你敢赢？给你。对。OK， 有请下一位，家们接力啊！这哪喝呢？这么好喝，你们不喝，很贵的。你怎么不喝一口？戴个头吗？我矜持。好，来吧。Hello。祝你晚上一切顺利。好的。晚上不要玩太大，有点害怕。不要什么？不要玩太大。不要玩太大，怎么才是大？就是注意尺度。哪种尺度？比如说蟑螂什么？不要。蟑螂哦，那还是没有的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？OK OK， 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好，拿自取啊！来，下一位接力，到谁了？该谁了？哪位家家的宝？哪位家家的宝？哪位家妈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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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就把你留下来了。啊？我知道啊，你是那个，就是上一次你说拉票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算吧。卡了一记就开始。对对对，垂直入坑。好的。这个哪一个吧，那个好，大家自取啊。 The next one、睡不醒。哎呦 Hello， 你现在真的有点睡不醒的样子啊。不是，你难怪你的名字一直都是这个。对对，嗯，好的，你多吃一点，多休息，要睡醒一点，晚上要就打鸡血行吗？喝点那个，有请下一位。哎呦 ，Hello，Hello， Hello, 生日快乐。你今天不是说要喂虫子啥的吗？虫子我都迫不及待了，你喂我吃了。你以为虫子是随便冷喂就喂的呀？那可是要接受一系列的考验的。考验，你说吧。考验的话，那就生日公演上见。没问题啊。好呀。衣服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可爱吗？真可爱。还有白色的呢。白色的，哇，好可爱、哦、我们今天群友来了十七个。十七个？对。在哪儿呢？你的战友呢？ 这里边没有。这里边。公演都在，公演都在。他衣服是，就是能不能我们旁观者有份？我的尺码是 L 码。M 码也行。行，我也要 L 的。OK， 可以满足。然后那个，整活的话就交给灯了，我就不整了。行，好的。看他表演。那就等会儿见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先撤了。撤这么快？约会去啊。OK， 拜拜。喝的也不要啊，喝的，润润嗓啊。下一位。哇！哎，你粉丝，哎，我真的是很积极，一位发头盔、哦。你要送两个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呦呦！没有，当然不是现场带，谁现在给你带啊？哎。你今天是不是有你们俩就是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？对，你有穿不是？你这背的过去就是短裤子，别让我看到，就是那个就是不是？你们穿成这样，你不表演一下就是来就是不行的嘛？挑一个吧，来，开始，我帮你伴奏，你要唱什么？悄的，今天随便搞一个夜蝶，行吗？你看，这样一短一长，姐姐妹妹，你姐姐、姐姐呢？妹妹，那你姐姐行吗？那个，看样子他们是模特，他们只会摆 pose， 给你来一个几连拍吧。哎，对，能跳吗？你不会跳，快哭了，一边哭一边摆几个 pose 吧。来，唱个 rap， 来麦给你，来，放音乐，来，他给你放音乐。来。这假发戴的还好吗？
歌词的声音，格式模式不可能押韵走。我的风格赋予大众，大众以我中心走。我遵从音乐性的前提，能巧妙的发挥作品。三秒原理，素人只爱炫技博眼球，却没价值的东西。我在自习部，但偷了嘎的江南气息。我不太易怒，但不证明不会发生意义。我的病沉梦于叉叉楼梯，但我依然可以完美发力，为你展现押韵最基本的排比，拉开差距，明显差异。舞台作品内容滑稽，钟爱加戏，点评华丽。Eminem 看了之后都要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的话也说得好听，人也平和谦逊，不需要华而不实的文凭，在这里无需澄清。对号入座的把扶手都抓紧，我深得民心。不是我乐意，我也不想杀了一个夏天的风景。所憧憬所恭敬的人，却被上升虚伪拙劣憧憬。结束了，都没听够，唱得好好。你刚刚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那也好酷，这是好酷好酷，唱得好好。你多大呀？08。真零八，不信，哇塞，太小太小了。你知道我多大吗？不告诉你。18。我18，你08，真了不起。08年，看看看看人家08年就会唱 rap， 你还会干什么？我才是08，还会干什么？还会唱小甜歌。小甜歌来一个吧。来来来，呜、哦，来，有人跟你一起唱来。那个另外一个小伙伴来个助演，助演，看来你们都是有身负梦想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你们的展示的舞台，对，挺好的。来，哎呀呀，是不是考虑？哎呦，你啊，你放歌，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放，别紧张，别抖。我不记得词，我也不记得词。来这样，来这样，给我举着吧，我帮你举着。这样子，你抱着，好，好，有要求，好，就这样子。空气，我们之间火花开始蔓延，我在等你的出现。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，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，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，想和你去南京，想和你看流星，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。吸引你的注意，让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，这甜蜜幸福的快窒息。来收藏我的心，倾听我的声音，我跟着你的脚印倒数四三二一。哇塞，他们两个在我面前靠头靠可近了，他刚才这样蹭了一下，好甜好甜。哇，好突然，好乖呀、啊、你多大？我06。你也06。我知道我知道，就是都好小。天哪，我们感叹了，我们张润都感叹，天哪天哪，我们相差10岁。你想你林姐、啊、我也感叹，我05的、骗谁呢？95的吧别太过分，我也没什么资格说。虽然我看起来确实像08的，但你不能说我像95过分了啊。好，有请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速度提一提啊、哦，你有话说说说说吧、啊、老师，这个帽子老师往后上上那个来讲话。什么叫往后上？你看吧，你别被赶走就好了。对对， OK OK。 摩托车，对，摩托车开三楼来真不行吧这个。待会儿他就被安保给赶出去，我跟你说。待会儿被送走，好，送走一下。送走就是谁我不认识。然后、啊、OK， 帽子留下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快点来个麦。不。好的，我马上回去回复你。你拿一个吃的。哦，呜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呜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！哎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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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！哎，能不能有人跟他一起啊？不然他害羞死了。他好不容易豁出这一波，因为我今天说冷餐让他跳那个什么触电还关不掉，忘了。占据吧占据吧，记得他就是走帅哥路线的，他就差自己凿洞了。来，我跟你一起跳要不要？
来不来？这样把这个机会留给明天，今天还是明天你们见面会？明天。那好，留给明天专属。怎么了？跳一遍，好，有请下一位。就这样放过了，过分，你们不可以放过的。咱们再聊下去，12点了。好了，先聊完明天公演吧，今天也挺累的。先公演，给我们佳佳抢点时间。好，你们三个有什么才艺？我们没有才艺，我们嘉兴路三人组一起来啊、哦！嘉兴路三人曲 ，OK， 嘉兴路三小只，嘉兴路三人组一起来啊、哦！嘉兴路三人曲 ，OK， 嘉兴路三小只，来，来，麦克风给你们，开始吧，三小只，三小只不行，三小只不行、啊，怎么不行？三小只怎么了？这个真不行，这有什么意思？不是好，不是，也不能说，你讲，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组合名。对啊，组合名啊。SHE 三小只，浅碰一下，小猪猪，浅碰一下，浅碰一下，好，开始才艺表演，开始。没有才艺，那你们两三个站在这里干嘛？祝福，节省时间，挡住我的镜头了，走开，我粉丝看不见我不行。这也是你粉丝，好了，都是你粉丝，好了，故意了，节省时间啊，没关系，有准备吗？那每人祝福吧，祝百灵。宝宝公主18岁生日快乐，哎呦谢谢，哎呦甜蜜甜蜜，这么害羞，这么害羞，明天给你洗糖，明天给我洗糖，恭喜你哦，恭喜你，是一个一人带俩爱人，一人带俩还俩爱人，安人，安人，没关系，爱人就爱人嘛。那个爱人是爱人是社恐的意思啊，一人是什么社牛，我是一人是不是？是看得出来，我超一的，我跟你说，哇塞，超一，绝对就是一王，一王，一王，有请下一位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一王？有名字了，来了，哎，你2米吗？这么高？你好高呀，我头都要忘高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可以去。哎，就是那个放在你那个给你的礼物里面，然后希望你七月款的那个放在你那个给你的礼物里面，然后希望你七月款。哦不是OK 可以的，嗯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，吃的吃的，然后你去拿个喝的。哦、oh, ，Hello， 就是你一直说哦、oh, 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谢谢。背着爸妈就过来了。背着爸妈，回去会不会被打断腿？不是。没有没有，我可能表现的好，明年也来。表现的好，怎么表现好？考试。啊，考试。因为我姑妈在广州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好啊好，你有才艺吗？没有。没有。看你这么害羞的份上，肯定没有。好的。那就送你一个吃的，然后，我想喝清淡一点。那什么？下一个还有吗？来吧来吧。哎，哦，买的这么可爱。噗噗。哦，好像记得，好的好的，一会儿见，吃的也不难哦，这儿，下一个，Hello， 你好。润润 OK， 谢谢谢谢，来请你吃个东西。好的，那你有喝的。好的，拜拜。我就说怎么会，你在吃辣条啊，你哪儿的？啊啊，我桌上的。不拿麦了，生日快乐，然后公演顺利，谢谢啊。就来，一会儿见。我就知道说来了两个男粉，我说第一个说张瑞粉丝，第二个我不用问你粉丝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那个祝你圣诞节
个身体健康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可以叫一声妈妈吗？妈，叫两个，妈，不要一个一个叫，妈，为什么？给个理由我。老牌妈粉。老牌多老牌。一七年的。幺七年的啊，这么老的妈妈啊，不是。好，叫完了，叫完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久不见，给你，今天晚上见。幺七年的老老粉，四舍五入十年，哪有四舍五入十年 ？Hello， 哇塞，感觉怎么好久没见了？一年，最近还好吗 ？OK， 有点饿是吧？来来，快帮我搬走。你有什么话说？晚上见。好的，哦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晚上见。好的。来哦，复习动作了，不是？救命！我再也不想跳舞了。我要逼。我看是哪个明星排这么久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没开麦吗？没关系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听你粉丝，你粉丝太爱了，他不好意思祝你生日快乐。谁哪个？就在那里。哦。他马上要过来跟你讲点悄悄话。悄悄话。对。哦哦，这样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也喝的。说个话。哎，来下一位，一定要喊一个下一位，大家才愿意过来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他啊。哦，今天你一个人来，会不会有点孤单？饿了是不是？刚好还有，给你，多吃一点。去那边拿喝的啊，一会儿见，明天见。Hello， 没才艺，来摇。哇，起飞马上，摇快一点。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好，谢谢。记得拿喝的。下一个，我怎么饿了？嗨，佳姐，就是好久不见。哦、哎呦，是、那个、好久好久好久。我就是这次为了见你，特意从英国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过来的。嗯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非常的。但是就是快一年没见了，上次也是主题圣诞，你估计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吧。有啊，你上次坐在翘V啊。啊，你怎么记得我是谁？哦，那这么聪明，那就送你个礼物吧，就是因为今天是第三次主题圣诞，也算是我喜欢你的第三年吧，所以就送你，等一下，送你399，来自己点，就现在送啊？对对对，现在送。好霸道，霸道总裁，加分学一下。别这么客气，来。哪个啊？怎么按？对。没有，就是等一下重新按，重新按。99，对，三个，三次。好的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然后也是希望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对生活保持热爱，对未来充满期待。也祝你今年1月18号生日快乐，然后晚上见吧。加油。对，我争取给你举提词器。举什么提词？提词器？你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现场搜。哦，现场有网吗？不是。行，那就晚上公演见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吃的没了，快点去那边，哥哥给他拿一个，记得吃东西啊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你来说。等下来，麦都没开。你要唱首歌。好的，那必须得唱啊，那么好听。哦哦，来来，听歌了，听歌了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？我想带你去单身，我想和你看棒球，像这样每当又唱着歌一直走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
着我的肩膀，你在我胸口睡着，像这样的生活，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哦，好听好听，都沉醉在你歌声，都忘了按暂停。对，下一个。第一次看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最后一次啊！真的啊，真的最后一次啊！你又不是不回来，在我毕业之前，不是？五千块，好的，好了好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记得拿吃的，好的。拜拜。啊？祝福都不带讲一句是吧？这么冷漠。好的，佳姐家全是霸道总裁，各色各样的霸道总裁。好，下一位。我说下一位啊，说好，下一位。嗨，谢谢谢谢啊，下一位走了，就送了一个花来无影去不踪，也不介绍一下自己，真的是好不容易见面会，真是的。Hello, hello, hello. 哎呦，哎呦，妈妈。不不不不。啊、哦，不会的，不会晕倒的。你也是，你吃了吗？你吃了，你吃了，那再喝一点啊。好的，去吧。佳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就是这个专辑名字，就是我想跟你说的，就是 I love。I love。你也可以拆一下，现在是什么？拆一下，这是什么专辑吗？是女娃的那张。女娃的那个。哦哦。哦，那个小娟，田小娟，我好酷，我觉得她好酷啊！妈妈掉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待会儿我捡一下，很酷啊很酷啊！哇，小卡小卡是什么？啊、哦，小娟小娟，啊、哦，你喜欢他们？我也喜欢。啊、哦，你面姐哦，很漂亮。好的，谢谢，记得拿喝的吃的。谢谢。嗯。我跟你一起唱吗？还是？啊，我跟你一起唱，好吧？啊，我跟你唱，好，可以啊。谁帮我举一下那个？不是，帮我们，我们要看歌词。如果日落着的你没刚好又睡过头，我可能不会叫醒你，是黑暗让你昏迷。你会不会变清醒，玻璃上的水雾气，到底是呼吸的反应，还是世界在伤心？不想说太明，太近太确定，你在我眼前凝结了痕迹，我大口的呼吸，就像在拥你枕边神经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谢谢，记得拿喝的啊。Hello， 哎，膝盖好点不？啥都不会，啥都不会，就来唱歌是吧？你真的不来唱歌吗？祝你也顺利，不来不来，后面时间不对，也没有时间了。哦哦哦，好的。好，就祝你晚上演出顺利吧。好，演出大家一起唱。好，好的，这个可以。嗯嘞，嗯嘞，那记得拿吃的。好的，嗯嗯嗯，那边那边还有一点。下一个朋友，太累了。好的。谢谢，嗯嗯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那记得拿吃的。不好意思问，肯定是你的，肯定不是我的，不是。Hello， 哎呀，啊，谁不看你？什么盯死你？嗯嗯嗯，好的好的，你也是，你吃了吗？你没吃吗？嗯，拿点吃的啊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几点了？我去。
七点半开始，不是？哎，乖乖乖乖，哎，你们真的是一对，全都是霸道总裁。霸道总裁，一个不讲话，一个就是一个看完，走，赶时间，没事，我七点半开始，不是？嗯，谢谢，那里有吃的。不行，我得准备一下再开始，不然我还没缓过来。好的。临时组团。临时组团。对对对。哦，就走啦。拜拜。哦，这么乖的吗？对。帮我控制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晚点开始，没关系哦。那我们就晚点。对哦，不要那么着急嘛，很累的，让我休息。哎 ，Hello。好的好的。还有泡芙吗？啊，还有泡，哎，没吃的了啊。快点快点，你们一起分着吃，连喝了都没了，我喝完了，好了吗？谢谢。嗯，谢谢，这么乖，这么腼腆。嗯，好的。好的，嗯嗯，走了。大家那个泡芙分一分啊，一个里面有两个，大家分给好朋友一起吃。嗯，我请嘉宾过来。哦。我上次见面会吧，就唱首歌。嗯。啊，你要唱吗？来，麦举麦举麦，唱歌了。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，记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。好，可以了。谢谢谢谢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一会儿见。什么？我眼睛有没有？Hello， 你是零一零八的，哦，不是，我没说完，零八的，是不是？零九的，最小的，我遇到一个最小的了，你会不会太小了点？这么小啊？你念小学啊？哦，初中了，哦，都零九的初中了，那也太小了吧？就是，你要不要拿麦说话？就勇敢踏出第一步。加油，先祝你生日快乐。嗯，今夜公演顺利。好的，你今天的公演会看吗？不看呀。嗯，直播。直播，那你明天会来吗？来。来啊。嗯。哦，好呀，那待会儿记得去吃东西哦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好的，啊，明天见哦。嗯，拜拜。天，你受众全都是那种小学生。他说 OK。Hello，Hello hello。去旅游给你带的。啊，去旅游带的，这是什么？便利贴，小鸟，就看到那个小鸟给我买的吧。可爱死了。鸟鸟真可爱，没吃，没了。啊，送你一个这个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山楂。好的，拜拜，谢谢。润，我袖子沾到奶油了。给我们加加擦擦，帮我们加加擦擦呢。好，你发挥，你不要理他，你发挥。哎，你第一次来，要不要？啊，你冷餐啊，第一次来冷餐。我不是第一次。你到底第几次来？我是第 N 次。第 N 次，好 ，N 次 ，N 次。就看了地方，主页也是在里面，然后看了地方，那票也是，看了地方定制，点那你们。哦。你好爱啊，你就是想表达说我好爱你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没有没有，感动到我了。生日快乐！然后祝今晚那个演出的票，我在那个电视台的公司。好的，我一定会，希望顺利，不是第四排的中间。好的，一定要顺利。拜拜拜拜。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，继续。你要。好的，转个圈啊，转个圈吧，没吃的了。哎，这个蛋糕你们吃吗？没切，但是没有切，嗯，可以切吗？待会儿好不好？结束的时候，嗯，转个圈，转个圈，走啦。好，今晚上加油。再帮我拿一下。Hello。好的，嗯嗯嗯，走啦，拜拜。
这么花？不是，我说衣服，啊、很可爱，这是 Snoopy 吗？可爱，可爱死了。好了，啊，这不是 Snoopy 啊，小兔子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两个人一起表演占据。哎，不是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了，好了，不开玩笑 ，OK。哎，怎么了？他那么害羞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来，两个人一起社恐，就这儿，来嘛，直接说嘛，就这儿。哇，这人真的是，果然是一对好姐妹。来吧。反差怎么样？你握去了，谢飞，你认出来了。刚才完全没认出来。你对啊对啊，我刚刚看，我就说怎么有一个我粉丝跟他一起站一起呢，我说哎怎么感觉不认识一样，对，看结果一看是吧，假发一摘立马，可以多尝试，对，短长发好看，短发好看，短发呢就是有一种特别的美，就特别的美，很特别，就他是真的想听我的建议啦，因为他想转型啊，他就想跟你讲多讲两句话啊，不转型啊，转型到底谁说长发就是、OK， 就我觉得都挺好看的，这个比较帅一点啊，没有啦，我你就应该穿那个给我跳一段辣妹舞，对，就是对，跳一段辣妹舞行吗？没有，公演上也是也不是不行。对对，学一下吧。对啊对啊，加油加油，今天可以表现一下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咱们一起跳吧，一起给我跳触电，真的跑完门锁起来，豪哥听到没有，把门锁起来，不给他们跑，对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拜拜。 Hello， 你们要麦是不是？没有，就过来想问你有没有话对女友饭说？对女友，这么，人家不是，别乱说，都是妈妈饭。叶蝶，不是叶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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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没有，让老公在外面赚钱，注意身体。哦，好的，就这样。生日快乐！今年看不到叶蝶路，别忘了女友饭，别忘了女友饭。哎呦，行了，我知道了啦。哎呦喂！接下来是我们的读信环节，是由应援会写给唐丽佳的，选请选择自己读，或选择藤原代读。我自己读啊？好的，我自己读。我谁帮我？张瑞帮我读。就是生日环节读，没有生日环节。那我读一半，你们读一半啊、哦！开始，一人一段吧。给唐丽佳的一封信，亲爱的小佳。这是暂停一下，后面家吗？是不是哪来的这么吵啊？还是外面的？外面好吵。谢飞真乖。亲爱的小家，这是今年的第三次圣诞了，从上次圣诞到今天，你一直都没停止脚步，日常生活被一个又一个的工作填满，尽管非常忙碌，舞台质量却依然很高，实力也得到了粉丝和路人普遍的认可，这都是你辛苦耕耘的结果，也是我们为你骄傲的地方。这期间我们又共同经历了很多课题，有一起进步的喜悦，一起面对压力的艰辛，虽然也不时接收到一些来自外界各种各样的言论，会产生各种好的坏的情绪，但是似乎更多是成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心意的催化剂。你说无论如何都很喜欢我们，感谢我们一直的溺爱和宠爱，我们又何尝不庆幸能与你相遇，并如此真切地感受与一个人共悲喜的特别。我们能感受到你面对激烈竞争时的压力，会共情你面对理想和现实差距时的失落，却也时常被你简单的快乐所感染，为你坚定不移一的努力而动容，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，在看到你的笑容和积极的状态的那一刻，所有不安和疲惫便都烟消云散。感谢你温暖了我们的生活。
来，感谢你温暖了我们的生活。在哪儿？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庸碌或平凡的人，所以他需要一些梦想家为之赋予浪漫的色彩和特别的追求。理想不应该被嘲笑，有理想的人更不应该成为被淘汰的对象。不管局势如何，今年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。我们会正确看待每一次的成功或失败，允许自己有悲伤失落，但不会沉溺其中。我们依然愿意和你一起去追求共同的理想，也会承担现实落地以后的所有可能。既然很骄傲地赢过，也就不惧怕任何的结果，所以不要担心，我们永远会在身后稳稳接住你。最后还是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，按时吃饭吃药，尽量早睡。在我们面前你可以不用坚强，可以宣泄自己的压力和悲伤。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，那就卸下焦虑，带着我们的爱继续前进吧。祝主题生史如提公演顺利，爱公主的爱公主的什么？他们是什么？小唐人们。哦，小唐人们。哦，他们是什么？不是。哎，这个很像上课，上了一半，突然老师了，来讲到哪了？能讲一下？然后就是那样，被点名了，然后就是对。对，突然被点名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，就是这封信。好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但不管怎么样，最重要的就是健康的身体很重要。他们都说。今天我一来，奶哥就说：“我怎么感觉你脸尖了，瘦了一圈？”真的很夸张，就是因为这几天我都是就是因为自己排练嘛，然后自己弄那些东西，什么都要弄，所以我就基本上很少睡觉，然后早上又会比较早起，所以就是吃饭都没有什么时间，所以就真的就瘦了，就瘦了一大圈。就是瘦了，真的瘦了，但是也很好看，但是下次不要这样瘦了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上次跟我们一起排练的时候，然后谢飞。端了一杯水，我连水都没时间喝，然后还给我端了，就是给我就一定让我吃饭，我说不吃，快点排练了。然后本来他们也没吃，我们佳姐拼的真的是，我马上要哭的，投出了我的0.1票，因为家境有限，你们家境不限的话可以多投几个。对，就是把话我们留给公演上面说，好吧？好好 好。哇塞，给大家讲一下多坎坷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。好，今天的生日会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请成员先退场。让我们再一次祝唐丽佳生日快乐。啊，合影吗？不是有合影吗？有手机盒。那你去吧，我帮你合。帮你拍，帮我让你们手机手机坏了。坏一块。Darren，你是不是手机好看？你帮他拍。你帮我拍。喂，合影了啊，合影了，大家把牙露出来。很珍贵的哈，很珍贵的。对。